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天看房的 Fanny， 今天带大家看一套 Chino Hills 的新上市物业。这个物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地大。先看看室内，进门的右手边就是客厅，穿过客厅就是厨房、餐厅以及 Family Room 的。这一片区域都是采用的开放的设计，并且呢，屋顶开有天窗，所以宽敞明亮。大门的左手边就是卧室区域，首先我们经过一个公共的卫生间，走廊的左手边就是一个客卧。在走道的最里面还有另外一间次卧。走道的另一边是另外一间客卧以及主卧，主卧带有自己的独立的卫生间以及独立的套内衣帽间。整个室内是四个卧室两个卫生间，面积将近2700尺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宽敞的后院，哇，真的是很平整，不完整的走一圈下来估计也要几分钟时间呢。后院有一个工作室，还有一些储物的房间，唯一的感觉就是又大又平整。这套房子刚上市，学区是888分，靠近这个阿亚拉高中，交通上离71号高速公路也比较近，距离 Costco 超市和99大华超市都是在3个迈以内，目前售价94.7万。